大家好，我是小健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新疆的特色菜大盘鸡。需要的主料是三黄鸡一只多块，还有青椒六个，土豆两个，生姜一块，小葱，还有蒜瓣。需要的配料是大料和草果两三个，还有干辣椒，花椒叶。调料需要盐，砂糖，还有豆瓣酱。现在先把它开启。葱就切断就可以。葱和青椒放一起就可以了。传说大盘鸡是解放初期四川一个师傅逃之战乱来到新疆，在沙湾地区开了一家小饭馆，主要卖拌面、炒面和辣子鸡。师傅找一个跑车的师傅来说，老板，我炒个辣子鸡，多点汤汤，我把虾掰皮面吃。没想到家孩子吃，哇，真好吃！老板很好，把这推广出去了，然后大盘鸡在新疆流传开来。好了，现在切生姜，生姜切片。干辣椒可以切一下，这样辣味比较浓一点。喜欢吃辣就多放一点。干辣椒和生姜放一起。干辣椒和草果放三个，一个鸡放三个差不多。大料放七八叶，然后花椒叶有一勺，勺半勺差不多。好，先把土豆切一下。都切成大块就行。